GrowX 这个设施是欧洲最早的垂直商业农场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在干净饮食运动里尽一份心力，因为干净饮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的社会现在正推动的是以更少的农药、除草剂提供更多当地生产且全年供应的食材。 GrowX 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一家真正打进主厨市场的公司，而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第一家农场能达成的目标。这座农场是供应主厨品尝食材的农场，和我们一起合作的厨师，他们是一些真正了解垂直农场意义的厨师，都在寻求更美味的食材，而且希望能够为自己的食物、城市以及全世界打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试着设法栽种各式各样的绿叶蔬菜，目前在我们产品发展的蓝图上已有1000种不同的种子。蔬菜在收成后的几小时内就会送到顾客的手中。大多数的照明公司是在对方有足够投资金得以购买照明设备后才愿意合作，但 Veloya 则在我们投资 GrowX 前就已经与我们共事，并协助我们打造商业案例。科学界及植物界都极为重视 Veloya， 我们也不断与 Veloya 的工程师和植物生理学家进行讨论改善做法。这也是为何我对持续与 Veloya 合作很有信心，也希望深化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选择了一个符合我们需求的光谱，因为我们需要耐用且持续性高的 LED 植物生长灯。在植物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环境以及光照需求，我们所栽种的植物都是绿叶蔬菜，主要是植物在发芽后和开花前的营养生长阶段，我们不会种到开花或结果。使用宽广植域的光谱照明的优点在于能够清楚地观察植物，并能看到某些颜色，因此可以及早找出问题。我以前用过其他像是纯蓝光、纯绿光、远红光和紫外光的 LED 灯，最大的难题是植物看上去都黑压压的，很多状况都看不出来。在 GrowX， 我们有优秀的团队及人员，不过我们仍不断地寻求更多人才、投资与商业机会，非常期待尽快看到干净饮食的蓬勃发展。